好，讲课了。那个，来，有问题提，谁有问题？你到底哪块儿觉得有故障？最大的问题在哪儿？那个班长，你遇到的同学最大的问题在哪儿？哦，啊？那个是之前咱们不都是聊那个叫什么 NGX 那个对吧？然后很多同学就是把 host 文件就改成那个 NGX 了，然后呢，就做阿帕奇，那 host 文件也不改，所以说你死活访问不成功。这里面有一些细节，对呀、啊，他没解析。什么？基本上就是这些，还有一些比较奇怪的问题，就是那个就是阿帕奇配置文件嘛，它默认的话都是我不它那是不能。所有用户都不能访问403，然后呢，我就在那个配置文件里改了一下，改成那个allow from all 就可以了。基本上我遇到的比较奇葩问题就是这两个。403的问题是自己改的，改目录了，没按照我要求去做。我那是什么呀？Application Apache，你看你那是什么？你换了目录肯定就是403。这个地方我下午要讲的，这是一个坑。是不是有自己改目录的？你说跟老师一样，说的一样，你们就是不一样。好，坐下。还有没有遇到坑的，想跟大家说说，然后把你给坑老半天，然后解决了，有没有？来，刘碧贤，哎，我们的谁呢？那个东西呢？带没带过来？啊，你说一下。不用带，就拿着说就行。我解决了几个特效问题，我觉得最频率最高的就是关于那个解析和那个。C 库之间的连接，首先第一，大家没有按照老师的要求，在搭建完毕之后进行测试，测试解析这个源码这个之间的这个连通是否正常。然后最终看出来这个问题，都是大家在数据库里面那个 WordPress 这个数据库的那个库管理员那个权限设置有问题，就后面那个IC 啊或者网站啊，大家设置有问题，就这一点我看出现的频率最高。好。那个授权问题，你看就像类似这个彭源这问题，我其实说过了，数据库相当于是一个美女一样啊，各位你要想和人家接近，得让人家允许你，允许就是 grant all，然后 on，允许你碰他哪儿，对吧？星点星，所有库所有表，toast user 是用户，然后圈 A 后边那个就是哪个机器从。能连过来，和 INFS 的授权是一样的，明白吧？你 INFS 不也一样吗？哪个机器可以连我？咱们是授权的网段，对不对？数据库我们一般也授权网段，对。这应该是上节课的一个内容。上节课。LNMP 放哪儿去了？啊，找这台机器，我找这也可以。就是这个地方授权，大家要注意。这个地方就是哪些 Web 服务器，或者说哪些客户端可以访问我的数据库。你这个授权 Localhost 的，别人连不过来的。你授权的 IP 段不对，他也连不过来的。这个 IP 段 Web 服务器必须要有，才能连过来，啊，这地方比较关键，其他的应该也没什么了。